Ontario 401 East Ramp. Ladies and gentlemen, greetings to all the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. 欢迎收看2021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华人春节云端晚会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华人社区啊都有很多啊关于啊庆祝春节的活动。今年呢疫情情况非常严重，100%的这个春晚都是线上的形式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现场就是我们正在准备华人春晚的主持人的一个拍摄。速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 mirror mode， 它就倒过来。好了，速度。然后速度，您看一下，然后自己可能还是走到更上面去了。第五号第二条，正是因为疫情的严重，我们更需要啊精神食粮，慰藉大家的这种这个非常紧张的心理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这个心态。